創作是一個很不穩定的東西的。如果你喜歡一件事，你會毫無保留地會繼續去發揮。時間是每一個人去表達自己和忠於自己一個載體，去摸索、去提煉和計劃每一個細節，才會做到你心目中的狀態。歷久常新的作品都不是一個巧合來的。正如一些藝術家都是花一生一世甚至經歷幾代才可以做到一個完美的作品。時間是一個很好的證人。